山徑義工工作坊咧，其實咧就想透過活動讓市民咧要認識我哋山徑維修同埋管理嘅工作。你冇諗過可能做一次 workshop 咧，然後大班人出一身汗，然後突然間會好珍惜個大自然，亦都會幫你去宣揚正面嘅信息。呢個咧係一個爆炸性嘅成效。最大的滿足感就是可以連結到一班人，透過活動大家的交流建立了個信任，對於我們來說很鼓舞。